开饭了，家人们！今天老公炖的这个是粉条蒜那个肉末，呼了个猪肝，来一口小猪肝。啊，烫死我了，媳妇儿！嗯，刚出锅。哎呀，那粉条一看就有食欲了哦。好吃。嗯，慢点。太香了，这米饭是莹莹焖的，有点焖黏了。带皮是不是？不带。